我要是这个黄色头发里面有一个黑色发吗、啊、我就像得了脑瓜子癌一样，动不动就疼。好吧、啊、脑瓜癌，脑瓜癌。那为什么会疼不？脑瓜癌就是因为我在练紧箍咒，我在心灵物理。今天没报了。好了吧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水水，小女孩，你绝对不是你痛，脑瓜瓜痛，然后还在坚持直播，真可怜。嗯，我来放首背景音乐吧。啊，好吧。哇，没有痛的，我跟你说，水水，我看穿了你的目的，好了吧？我目的是娇喘吗？我目的是娇喘吗？就是娇喘。啊，就这种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放吧，你放吧。谢谢带货，谢谢英雄城夜小哥哥的挖掘机，嗯哇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羊的乖乖好痛呀，妈耶！是不是应该放这首歌呀、啊？坚决不是儿茶，不是儿，指的是那种专业的那种，指的是专业的 SSR， 不是儿茶。是专业的 SSR。看我这么可爱的小鸟对吧，肯定是算肯定是 SSR， 就是那种抽扭蛋机把蛋池抽空了才能抽出来我的。王男孩子，我觉得你最好别看，留下美好的记忆、嗯、什么嘛，我男装也帅的一起好吧，男装也是男装帅的一起，真的帅的一起。什么叫真面目？还是别看了，乱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那么痛苦，我很难受。没关系，水水，水水已经有了这个东西的加持，大不了我们换，大不了我们往这边也加一个。现在舒服多了。水看微信，我 QQ 哦，好的好的。女孩，如果你流泪。天嘛，对不对？给我破个万嘛！你们哥哥帮帮我破个万的呀！咚咚咚！头疼，我呱呱疼。千年杀，好的好的，玲玲，
连你啊，慕白，连你，必须连你。现在连你吗？我们找到，终于有人爱我了。他，慕白已经爱上了我了。今天打扮好看啊，丝袜美美的，么么么。嗯。哎，想看搞基的这个氛围的话，我们直播间真是一大好地方。我们直播间散发着全部都是搞基气息，真的，哇！就这个往这一坐，你就会感觉到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啊！真的。昨天不是刚才我跟素阳 PK 完了之后，我就找你，然后发现你正在 PK 中。发现每次我看你在 PK 中都是找另外一个女装大佬，你们这是个圈吗？谢谢小海哥的六九，我比较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男孩子，然后呢，但是我不认识什么虎牙，我不认识什么男主播，然后呢，唯一认识的就几个女装大佬，还有你，也别看雪兔的十二虎了，你没看到我和男的聊天，你聊的挺多的吗？跟女孩我都比较拘谨。